韩国演艺界可以说是美女如云，无论甜美、性感、帅气、清纯，只要各位想得到，就没有娱乐圈找不到的。今天特意列出五位近期因靓丽外貌而备受关注的 idol， 好奇有哪些美女上榜，就赶紧看下去吧。一 ，IVE 张元英，年仅17岁的张元英，过去曾是限定团体 IZONE 的中心成员，如现实版芭比娃娃的傲人身材，仍旧在网上掀起一片热议。音乐节目直拍更是在短短2个月突破100万点击率，人气不容小觑。二 ，aespa Karina， 一出道就以一张不科学的人间 AI 脸而登上热搜的 aespa Karina， 白皙的鹅蛋脸，搭配上整张脸带给人高级的氛围，可甜可盐的多重魅力，称为是天生艺人都不为过。三 ，XZY 李娜，年仅15岁就出道的 XZY 李娜，不仅是队内的本命担当，拥有170公分的高挑身材的她，搭配上名人电影姣好身材，无一不令人羡慕，超具气场的舞台魅力更是迷倒了不少粉丝。四 ，Quest 子怡，自出道以来就连续7年登上百大美颜，并曾夺下第一的 Quest 子怡，因美貌登上热搜早已是常态。纤细腰身，逆天大长腿，再搭配上甜美可爱的笑容，真的很难不沦陷在子怡的美貌中。五 ，Oh My Girl Ari， 被誉为是韩国梦幻女团的 Oh My Girl， 队中忙内 Ari 可以说是女大十八变，甜美的笑颜搭配上纯天然的苹果肌，不仅散发出初恋女神的氛围，更被粉丝形容是养成系美女，未来不懈可击。哪位是你的理想型？欢迎留言。